这么看疯了，是不是又想赌了？没有啦，无聊啊，打发时间嘛。老婆，嗯，你听，听什么？打麻将的声音啊！我们这邻居这么早就打麻将了。是啊，命真好啊，一大清早就开赌了。哎，什么好命啊？我们是不能被诱惑的，要转移注意力啊。没错，一定要转移注意。 只要你给我5分钟就够了。5分钟？嗯，你要干什么？妈跟孩子们就快回来了，不行啊！那更好啊，让他们一起看，以后他们就不敢乱来了。要死啊！你头脑肮脏，我说5分钟让我看着他，我以后就不敢赌了。啊，很脏啊，你这。不想赌是吗？不必5分钟，1秒钟就可以了。我有其他办法。 这么快啊，早点说嘛啊！是不是？老婆，少过1秒钟，就不敢赌了，对不对？是是是是是是，老婆，刀不要玩，放下放下，不要玩呐，危险了，不要啦，不要玩来，老婆。啊！ 放心，为了你们，我一定会重新做人，远离赌博。